配额，我好不容易累积了10000多的金珠，就是加上的很出名的含税事件。含税事件，所以多了1000金珠。然后我现在想要就是抽一下这10000金珠，哎，紧张。然后我讲一下，就是姜维，就是麒麟宫的部分。麒麟宫我把它拆掉了，欸，我后来觉得，可能白板的原因吧。我觉得还是那个蜀制宫比较好，欸，找一下，就麒麟宫其实不知道为什么盘桶的效果就没有打出来，就普普，你知道吗？就还不如白板的数字，因为我的麒麟宫是白板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开抽，那姜维可能会被我拿去玩骑兵队。好，现在来开抽第一连。啊靠，没金色，再一连。哎，不要这样，第三连。第四年，不是吧？第四年了，还没有一张金。第五张，靠，这感觉好不妙。陈永一计，我们再抽一点。小女子别无他才，愿为主公赠取助兴。我觉得官方送的1000金珠好像没有什么屁用，我心好痛啊！再一个金色，哦，感谢连一张金色，啊，就这样吧，我6个1800，好悲伤。现在是不是越来越难抽了？天哪，我抽到了小乔跟李茹，哦，天哪，这两个材料胶，好悲伤，10000金珠抽成这样。